大家好，我是连玉涵，我在《茶经》里面饰演的角色叫张艺兴。我在扮演张艺兴小姐的时候，觉得她非常的勇敢。有啥事情，哪有偷来骗你吗？我来问过，就会骗你，又嘛该诈骗吗？不要出门爱命哦。唔做人心口，就做唔做人。那个时候的女性并不会有太多自己做主的机会，所以她就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走出一条自己的路。基本呢，一个女秀，真正是会做得唔下个。俺帅女咯，俺都要上一万五千块呢。该俺女秀做得先发一十年的工钱。她不想示弱。他想要证明他可以不只是这样，所以他的路啊才会长成这么艰辛。他给我是怕怕的事咯，我奶奶的老公。你都该讲嘛该，你要求你的命。爸爸，那么想求安用你。张艺兴这个角色就像那个茶，他有他自己的最好的味道，然后那是属于他的，别人没有办法复制的。